我喜欢中国文化，喜欢中国美食，我喜欢在这里学习和生活，我爱珲春。Alexandra Kapitsina, 15, is a Russian girl. She's a second-year student at珲春No. 4 Junior High School. She was born in Russia, but brought up in Jilin. 10 years ago, she came to珲春, Jilin, China, starting her academic life in this city. Since then, she has cherished a great affection for this beautiful and vigorous place. In this international city, of all the foreign nationals, she's not alone in expecting dreams to come true in China. I'm called Kasasha, from the Russian Slavyanka. I've been in China and learning for 10 years. Now I'm a middle school student.我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珲春，这样一想，幼儿园、小学、初中，算下来10年了。In the eyes of her peers, Alexandra is a cheerful and lively girl who has a lot of hobbies. 我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校开设了很多课程，让我有机会接触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体育课上，我没有学习太极拳，我现在打得还不够好，一直在努力进步。除此之外，我还选修了剪纸课和书法课，喜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培养自己养成习志、专志、沉着、持久的品质。在我印象里，珲春是一座国际化的小城市，它是中国唯一一个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我在这里生活，不仅能常常接触到我们俄罗斯的人，还能看到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在这里工作生活、学习，他们和我一样都非常喜欢珲春。这些年珲春的变化非常大，街道很干净，交通也很发达，商场里东西越来越丰富，幼儿园修剪的地方也逐渐多了起来。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芳川，在那里可以一眼望三国，我去过很多次，都是和同学、家人们一起去的。正在我成长的第二故乡珲春，望向我的祖国俄罗斯的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无比激动。两国之间是那么近，如同亲密的邻居一样。这里还有一些俄罗斯风格的商业街和建筑，也让我倍感亲切。这里是我的第二家乡，我爱珲春。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在吉林继续学习生活。这里有我成长的轨迹，有我追想的梦想。我想在中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亲爱的朋友们，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福这个字一定要倒着读，现在我知道了，这寓意福到了，所以福这个字是很美好的字。新年是兔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吉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俄友谊地久天长，希望我们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好。